我的微博有差不多400万个粉丝，但是我关注不过来，我只和其中的50个互粉，50个互粉的，大概有5个还是国家机构，亚洲最东边的日本大使馆跟我互粉，亚洲最西边的以色列大使馆跟我互粉。世界上由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大使馆跟我互粉，由往西过了大西洋，英国大使馆跟我互粉，剩下就还有好多，我屁大同学什么的，一般美女都不跟我互粉，我原来有一个亲过我2回的，现在我这儿还鱼鲜满腮的，袁大美女袁丽，原来跟我互粉，后来她被封号了，所以就没了。现在那个跟我唯一互粉的有一大美女叫沈星，我怎么说到这儿呢？今天是2022年10月3号，11的时候，美国大使馆祝贺中国国庆。我就多事儿回了一句谢谢，礼仪之邦嘛，人家祝咱国庆，咱就回个谢谢。呵，结果招一帮战狼来骂我，都骂我就，骂我那些人，我发现他们都一个粉丝，两个粉丝，还老打错别字儿，然后呢，骂我就骂呗，就是说什么东西，哎呦，做目不忍睹，还骂凤凰卫视，骂凤凰卫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骂凤凰卫视，说凤凰卫视诈骗人民多少，凤凰卫视诈骗人民我不知道，凤凰卫视是接地人，我早就知道。1999年，我写了一本书，叫写了一个自己叫《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》。凤凰卫视的台长，中文台长叫王继炎，到我们家让我把报告给他。我那时候还电脑都不是 U 盘呢。还是软盘3.5英寸的，我给了他手下叫郭莹，他们为了让我写这计划呀，每天派一车在我们家门口接我，老知道我这人，那时候我不是我嘴馋老没饭吃嘛然后就接我去吃饭，逼着我写完之后，没关系走不下来呀。我是新华社记者，我在中东当了好多年，我跟卡扎菲搂着。跟萨达姆是哥们儿，跟穆巴拉克、跟约旦国王，我是你想想，我住在当地，新华社在中东22个阿拉伯国家，只有一个摄影记者。我是照大象的，我又，嘴比较勤啊，所以跟各国元首，不是吹牛逼啊，我不跟他们，什么代表亚洲不是，我就是照相去的，我又嘴碎话多，照相，我个儿比较大，所以我有好多朋友，他们就说请吃饭，我就把伊拉克大使库巴，巴勒斯坦大使萨法里尼，萨法里尼是我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同学啊，阿拉法特的干儿子，我把这个22个阿拉伯国家全聚来，每天吃饭。这凤凰卫视这帮孙子，认识这帮大使之后，骗他们说我是带队的，其实偷梁换柱啊，他们找了一个更好控制的人啊。那个人，我不说他名儿，那人太有名了，是吧？太有名了啊，我就不说了。一说我又生气，我他妈想骂娘。那孙子叫余秋雨啊，然后就把我的给嫖了，嫖了。我有，中国作家协会，我是会员。中国作家协会有一个版权保护协会，我还有申请过版权保护，700块钱买了一证书。就是凤凰卫视这帮骗子说什么呢？仲裁叫，说我们是外国电视，他们骗人民的时候说他们是外国电视，哈，不受中国法律管，要仲裁，仲裁就是掏钱，我没钱没用，那时候我都被双开了。所以，我比你们。恨美帝更疯狂，更恨凤凰卫视啊！但是人只能活一次，骗子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即使他
走不了天边啊。那凤凰卫视也有好人，这孩子就粉我，这孩子挺漂亮，叫沈星。他说慢性咽炎也是烦人的很，错字儿。哎，这孩子应该不是的，是得啊。慢性咽炎也是烦人的很，我就嘴欠啊。我说要慢性咽炎呢，有几个办法，先是简单的一个，哎，我梨都吃完了，我就不出去了。我院里有冬梨，冬梨是山东梨，个儿特大啊。你把那冬梨啊拿来买来，拿刀给它这儿切了，就这么切了。我就不出去了，因为外边黑，刮大风，北京降温，切了就把这盖儿，把这梨的盖儿拿下来，把核掏了，往里边搁上花椒，花椒冰糖，再把上下这盖儿盖上，搁锅里一蒸，一会儿先吃这个花椒，后吃这梨，马上就不咳嗽啊。这是冬梨，那你买点冬梨，这山东这冬梨是有机梨，有机梨。我呢没去过他们那儿，但是呢，我有可靠的情报证明是。再有一个，你要懒，你就可以买，冬梨的梨膏，它叫冬梨有机梨膏，传统工艺，手工熬制，止咳润肺，清热化痰，啊，在山东，啊，那个，我这个呢，是我一姐姐到这冬梨给我买来的，这姐姐这电话是多少呢？我再说一遍，所以我就多事儿，让这么漂亮的小女孩是吧，也是党的耳目喉舌，你咔咔咔，就是，哎，所以我这儿有这个姐姐的电话，这姐姐电话是多少来着？我这瞎了吧唧的，1315629-9572啊，我就说这个凤凰卫视这小美女主持人啊，在香港那儿属于是港澳同胞啊，港澳同胞，一国两制，一国两制，你可以打电话1315629-9572，你买一个冬梨，你试试啊。像我就是咽炎啊，一到冬天就咳嗽，我是老耳目喉舌了，是吧？哎，你买这冬梨试试，冬梨有机梨膏，或者说你买个冬梨，用我刚才那办法，搁上花椒冰糖，这是跟我为数不多的互粉的美女啊，跟我互粉的就俩美女，原来一个是袁的美女袁丽，给封号了。这还仅剩这么一个硕果仅存，我得保护她啊美丽的嗓子。美丽的喉舌，得保护。